感受生活，品味文化，这里是文化十分。大家好，我是殷琦。今天的节目里，我将与您一起分享和感受文化的魅力。首先，让我们来梳理近期的文化热点。第9届乌镇戏剧节将于11月25号开幕。本届乌镇戏剧节以“风”为主题，设特邀剧目、青年竞演、古镇嘉年华、小镇对话4个单元，以及特别策划的戏剧集市单元。本届乌镇戏剧节将邀请22部特邀剧目，共计63场演出，共分为黄金分割、自由落体、孤独的质数、万有引力、量子纠缠、永动机6大板块。其中，黄金分割板块致敬文学作品多为对中国当代重要作家余华、莫言等作品的改编。据悉，开票半小时，特邀剧目所有场次演出票均已售罄。由中国国家画院主办的新时代主题性美术创作的创新与突破学术研讨会近日开启。作为中国国家画院年度论坛之一，本次学术研讨会聚焦主题性美术创作，探讨了新时代以来艺术创作数量和体量、艺术作品题材内容与语言风格等方面所取得的创新突破，同时深入研讨如何推进常态化创作机制，鼓励美术家以小切口反映大时代，以平凡人身边事反映社会变迁，用美术形式书写生动的时代画卷和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日前，浙江书法院在杭州揭牌。浙江书法院将团结凝聚浙江书法名家精英，围绕精品创作、学术研究、名家培养、展示交流、艺术典藏等5大职能开展工作。揭牌当天，浙江书法院举办了“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特展，共展出作品154件，以笔墨反映时代变迁，以作品回应时代发展，深情表达对祖国壮丽河山的无限热爱。从先秦到明清，中国绘画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留下了难以计数的传世瑰宝。这些传世名画散落世界各地，很少有人能够一览全貌。但是最近，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成果展，却让观众得以一日尽览千年风华。今天的10分探展，就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探国宝真容。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的《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成果展》是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工程启动以来规模最大的展览，遴选了先秦、汉、唐、宋、元、明清历代重要画作打样稿近1700余件。这是藏于海外的诸多传世的国宝级绘画珍品的数字化回家，让观众一日尽览千年丹青之美。展览现场，观众可以尽览《簪花仕女图》《清明上河图》《富春山居图》等众多国宝级传世名作的高清打样稿，以及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馆藏的李唐画作《晋文公复国图》、大阪市立美术馆馆藏的《明皇避暑宫图》等难得一见的海外藏品。值得一提的是，大系入编的大部分作品使用了全球最大幅面的8英寸乘10英寸反转片拍摄，这也为观众和研究者提供了无限接近原作的观赏体验和精确清晰的学术研究基础。最初我翻开宋画全集的时候，它的清晰度，它的设计的精良精致，包括你说的把局部的一种放大，使你这种在新的形式当中对古画的认识，在原作的基础上又有了一个延伸和拓展。开展第1周，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成果展就接待观众4.5万人次，占实际到馆参观人数的47%。我在英国我待了好多年，我也去大英博物馆去有几次，我都没看过这样的画。所以因为他们不可能都展出，太多了，都没见过这么精美的画，特别珍贵吧。非常的震撼，就是从05年到现在17年时间做这项工作，我觉得对于提高那个百姓的那个文化层次、文化素养，尤其是绘画这方面素养，我觉得都大有益处。泱泱大国应该有大国的气派。在北京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的美国青年柯伟业正在观赏的这幅画作是南宋画家梁楷的6组截竹图打样稿。他第一次看到这幅作品还是在高中美术史课上。从小就喜欢绘画的他，从此痴迷上了中国画，如今已经成为了一名中国绘画艺术的研究者。中国画是它不是一个封闭的状态，它一方面它是容纳了很多不同文明的各种形式和元素，另外呢，它是有一个源源不断的、没有断掉的一个传统，还有传承，能够提供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很难的一个资源，能够就是做更进一步的这个研究。除了这些中国绘画史上的明星，展览也以画叙史首次成体系地展现了从汉唐到明清时期中国古代绘画艺术的发展与流变。通过大系的这样的一个连续的，而不是片段式的、集中的呈现，我们可以把这个过程看得非常清楚。重要的画家他的作品的量非常多，我们把它有选择性的都放出来，是让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大世界的画家，他的一个表达的手段的多样性。那像这样赵孟頫，他就是以书画线条为例，所以你们看看，你像这种线条，它抑扬顿挫的起伏，它就是草书的线条。从这个时期开始，中国绘画当中，诗、书、画、印，这集中的、综合的体现开始。展览不仅把中国美术史上的画作带到观众眼前，还把石窟、雕塑等搬进了展厅。在取像传真板块，我们还能看到20年来针对石窟文物数字化成果的集中展示。这里有大足石刻、敦煌莫高窟、龙门石窟等中国5大石窟中代表性龛像的等比例复制品。远在山崖的佛像近在咫尺，雕刻的细节、风化的痕迹纤毫毕现。这是北宋时期川渝地区最好的水月观音造像，那么这个造像呢，也是为了展览而进行的复制，那么也是表达了我们数字化对文物记录和呈现最高的一个水平之一的一个作品。大家可以走近一点看就知道，就是由于数字化采集很精，所以就是这些斑驳起伏呢都能够看出来，包括他的头冠，包括他的衣着，金箔来做的，所以呢，它就是呈现了非常庄严的一个圆真的一个状态。此次成果展还为观众打造了一个数字化的沉浸式画境空间，观众可以穿越时空，走入画中，感受古今映照的浩渺和灵动。自2005年至今，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工程共收录海内外263家文博机构的纸、绢、麻等材质的中国绘画藏品12405件套，其中国内藏品9155件套，国外藏品3250件套，涵盖了绝大部分传世的国宝级绘画珍品。作为迄今为止同类出版物中藏品收录最全、图像记录最真、印刷质量最精、出版规模最大的中国绘画图像文献，此次展览也是中国美术史中重量级打样稿前所未有的汇聚。这背后凝结着大系团队17年间足迹遍布国内外近300个文博机构的不懈努力。中国历代绘画一个17年的一个文化收集、文化现象以及图像的一个大的一个文献展呈现给观众。千年丹青一日还，所以我们全世界收集的作品汇聚在一起，国宝汇聚到了国博，让所有的普通百姓甚至专业人士也能感悟到优秀文化的之伟大，博大之精深。17年来，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工程克服重重困难，系统搜集流散在海内外的中国古代绘画珍品，建立起浩大的数字图像资源库，解决了名画古迹藏用两难的难题，满足更多现代人从学术观赏和研究等层面对古代绘画资源的使用需求。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明天我们继续相约文化时分。